殿下，现有一事就需你知晓。你需要我相助？是我在帮助您。进来。殿下，刚接到急报，南京又发地震，陛下急召大臣商议。走，去乾清宫。可您的伤……不要紧。殿下，快去吧。紫衿，你说的事，我会吩咐下去。你放心去做。嗯。